一些人认为象牙很美，如果象牙长在大象身上，它的确很美，如果它来源于非法象牙贸易，那么就很丑陋。每年成千上万头大象因非法象牙贸易而被屠杀，请拒绝购买血腥的象牙制品，帮助保护这些美丽、聪明且温顺的生灵。没有买卖，就没有杀害。